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厂志。那这个。我们今天要举行的是南方崛起高雄光荣一周年的记者会。那其实啊，韩市长上任满一周年之后啊，其实高雄有大幅度的改变。那其实我们所有的施政呢，都让民众非常的有感。那我们先来检视一下市长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十大政见表。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市长做了哪些。那第一个部分呢，市长说他我们要推动南南合作，那他争取了合作促成了所谓的农业渔业的外销订单，然后参与了所谓的贸易跟商展。那么可以看到呢，还有包括领导招商引资小组，就是市长在高雄的时候呢，他也成立了公测会，而且设出金融三件来帮助高雄的经济变得更繁荣。那第三个部分呢，他发展了旅游业，旅游的那个产业链，其他推动所谓的医疗观光、特色观光、行销高雄，让全世界看见高雄。还有包括落实中英文的双语教育，包括落实中英文的双语教育，就是四箭齐发。然后因为市长非常重视下一代学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高雄也独步全台的推出了这个政策。那他也优化了高雄的交通网络，我们所谓的道路重铺啦，我们针对施工品质啊，减少挖掘啦，还有就是加速推动所谓的公车式的小黄，还有包括成立青年局，催生青创基金来帮助青年人创业。那我们提出了南海科技首都，我们打造所谓的生物科技的产业聚落，而且我们扶植所谓的游戏电竞产业，成立南台湾首创的智慧科技基地，并且也改善了高雄的空污及水质的部分，让这个空气品质的这个指标呢一直在稳定的向上提升。那我们也推出了世代共好的政策，从109年起，我们第一胎的那个津贴呢高达20000，而且呢南台湾首座的新建的社会住宅会动工，而且推广设所谓的公共托育家园。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向校园毒品宣战，那么有设置这个社区毒品的防治关怀站，来帮助这个高雄的学生来积极的反毒。那我们看到其实韩市长在高雄的执行力啊，我们相信韩市长一定是行动力而且执行力最强的总统。那所以其实啊，像高雄这段时间以来，市长上任10个月的时间，其实呢，高雄有非常多的市民也是非常支持市长的，所以我们才会借着说，这次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呼吁大家，就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办这个活动，让许多支持市长的朋友可以一起站上街头，所以我们才规划今天这个记者会。那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市长一起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谢谢，谢谢厂志，谢谢伟珍，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谢谢各位热心支持国瑜的好朋友，谢谢各位警察同仁的辛苦，非常感谢。那1221，我们预计有非常多海内外的好朋友来支持韩国瑜，那么希望来高雄表达他们支持的这一股声音，所以我们预计，我们1221。下午1:11，我们从奥子底公园出发，拉巴队公园出发，那么我们会行经高雄博爱二路、民诚二路、自由二路、显真二路，再到博爱三路、微笑公园的大门，在这里集合。同时呢，我们会介绍募款的小物，在到时候会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可以看到。另外要特别呼吁参加我们1221挺韩大游行的所有海内外的好朋友，务必要遵守五个字，叫做冲脱炮盖送，听起来有一点点饶舌，但是呢稍微解释一下，冲千万不要冲动，保持平常心，要记住这些事。第二，拖千万不要拖队，结伴同行。第三，炮大家冷静，千万不要放任何炮竹。盖一律的一盖就穿红蓝白为主体的衣服，很开心的向前行。送遇到任何状况一定录影，录影起来之后送警察局
来追查。那么这就是1221下午1:11，很多海内外的好朋友要来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我们热情的欢迎。但是要特别拜托所有的好朋友要记住，我们整个主办单位向大家恳托这五个字务必要记在心里。我们希望是呈现，正好是周年，希望呈现欢乐的、阳光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喜悦的挺韩大游行。我个人认为，政治不一定要每一天剑拔弩张，政治也不一定要好像把一个人的心都搅在一块，让大家参与政治活动的都在暗黑的气氛里面来进行选举，这个对台湾民主实在是太不健康。政治应该有的时候有欢乐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带给人民希望的一面。所以这一次的挺韩呢，我们整个筹办的单位以及我们所有的幕僚群都热情的欢迎海内外好朋友来高雄，但是请记住带着欢乐来。同时也要呼吁所有霸韩的这些团体，霸韩千千万万不要用游览车带外县市的人来高雄，千千万万不要发双主菜的便当给外县市来高雄罢免高雄市长，外县市的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罢免高雄市长，本身来的人户籍不在高雄，户籍不在高雄，因为政治动员把这些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是严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在这里我要严重的呼吁，要强烈的呼吁霸韩团体，请你们张大眼睛搞清楚，你们今天罢免高雄市长，你不要从外县市调动人来搞成政治动员。韩国瑜这一年的市长对高雄市以及整个市府团队的付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我们做得非常的用心。所以这些从今年2月份过年开始就在提罢免，我担任高雄市市长才2个月，过完年就开始罢免我，摆明的就是输掉高雄市长选举的民进党根本就是不甘心，把韩国瑜的当选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分分秒秒都在丑化高雄市政府的团队，在抹黑韩国瑜。今天12月21号竟然罢免，你不要从外县市调人来，我也希望所有高雄市民也要睁大眼睛来看，绝对不容许外县市的人户籍不在高雄来高雄参与罢免高雄市市长的这样子一个游行，这是于法不合，这一点我特别要报告，好不好？那就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实木款的小物，就是有市长今天穿的这件我们 欧比鲁 的 T 恤，然后也有市长戴了这顶 UP 的帽子，而且我们还准备了所谓的毛巾，如果大家累的时候可以擦汗，那还有一个手提袋可以让大家装东西，而且我们还有所谓的纹身贴纸，大家可以纹在身上。这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木款小物，这是我们一个木款小物，当天游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等于是拍卖，还是就是大家可以先上网预购啊，大家可以上网预购，好不好？好，欢迎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小物。好，谢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祝福大家，谢谢。南方崛起，南方崛起，高雄周年庆，高雄周年庆，南方崛起，南方崛起，高雄周年庆，高雄周年庆。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啊，各位新闻界，谢谢。现在就是我们媒体的联访，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各位要联访的话，不用客气。来，媒体朋友们，那个，因为本来今天记者会的时间是下午2:30，这个时间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意义？然后另外的就是霸韩团体那边是说，我们这里应该是当家不闹事，那刚好是在同一天办游行，这样。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选在下午2:22？是希望所有的台湾选民、台湾人民在2020年1月11号、2020头2号，好吧？第二个，谢谢。当家不闹事，我从来没有要闹事啊。路线都不一样，各自表述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的挺韩大游行再三拜托大家，一定要带来欢乐，带来愉悦。政治不一定要永远这么黑暗，政治可以有阳光的一面。所以这批霸韩的心中有鬼。为什么过完春节还没有到端午节，2019年就开始急着要罢免高雄市市长？他们因为心中有鬼，太多黑暗的已经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了，所以他们想太多。好吧，谢谢。来，有其他问题？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屋的募款。那昨天在专访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就是党中央没给钱，是不是有关联？那另外，昨天专访的时候有提到说，支持者部分有一些黑武士部队，您有掌握负责人有进一步的说明吗？好，谢谢。中央党部的确是也很困难啊，因为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确是财政上是相当的困难。我们就是完完全全打一场资源不对称的战争，这叫乞丐与王子的战斗。王子是谁？是民进党，每天吃香喝辣的来打选战，用国家的资源铺天盖地，也可以用纳税人的钱来养网军，来打击政治对手。结果没有想到网军太嚣张，居然谋杀了一个外交官，逼死了一个外交官，使得全国一片哗然。这是一场乞丐与王子的选举，我非常的清楚。那中央党部如果没有给任何经费，那我们就自己咬紧牙根，然后用比较少的资源来打这一场选战，好不好？蔡总统办公室有讲说，就是您上班的时间比高雄的日照短。那另外呢，柯P他今天有说他2024一定会参选。蔡英文总统哈、做了太多违背天理跟违背道德的事情，看什么？看网军就知道。到现在为止还在闪躲，有没有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养网军，用政府的资源去养网军？借着养网军来掩盖他执政无能的成绩单，因为执政没有成绩单出来，只好用网军去带风向。带网军的钱从哪里来？用纳税人的钱，用政府的资源，这是违背天理，违背道德。第二，他现在参选总统，40%的时间都在拜访公庙，没有请假，然后呢还在领薪水，还是用总统的职务、国家的资源在打这场选战。我从10月16号请假，我就讲过薪水我不能领，因为我在打选举，打总统大选。我们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他为什么要一直不停的来污蔑呢？我不懂。蔡英文总统应该很明确告诉国人，他选总统的连任，他可以请假，不领薪水，大家没话讲，对不对？他每天都在跑选举，每天都在跑选举，然后还要指责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对柯P市长的说明以及公开的所提出的2024年的事情尊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啊，谢谢。我已经讲过，蔡英文总统、民进党是做贼的喊抓贼。你看看大阪处的苏处长的死亡，是活活被网军给逼死的。所以杨慧如应该勇敢的出来做屋顶证人。全台湾人民拜托大家一起来找杨慧如，人在哪里？见到他就劝他做屋顶证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这个对台湾的现在与未来的政治风气有巨大的贡献。如果他继续躲藏，然后避不露面，也不愿做污点证人，那么剩下其他的网军继续在网军上霸凌、造谣、抹黑，对台湾民主的伤害非常的巨大。蔡英文总统摸着良心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网军的事情？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政府用国家的资源在养网军？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政府养的网军去攻击政治的对手？请蔡英文总统勇敢地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不要支支吾吾，来一个不认识，来一个不认识，然后现在想切割，民进党要开除杨慧如的党籍，用这种
入流的方式划清界限，撇清关系。蔡英文总统大声勇敢地说出来，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杨慧茹？你知道不知道网军持续地在我们台湾各个社会网络上不停地伤害我们的自由民主，伤害我们的舆论？我希望蔡英文总统勇敢地说出来，另外全台湾人帮忙去找杨慧茹在哪里，好吧？谢谢。